如果想请我们家小雅，就进我的三层十二口音，看你有没有这份决心请我家小雅。为了请小雅，我豁出去了。这个有点难度。第二关，重庆麻辣猪脚。这个太简单了嘛。嗯，不，这是真的。第二关，四川平台紫心饺腊鱼。就这个，我每每都吃完。这小伙子还不错。第三关，超级魔鬼辣冰台街，这里面叫做魔鬼辣椒包子，你接受不了。我一定会娶到小雅。你连三关都过不了，还想娶我女儿？你不配！哎呦，你有真心了。不过还可以，我小雅在这，我证明我对小雅还是真心的。哎呀，最厉害就是师傅的，你肯定不能成功。有你真心爱小雅，你老娘生你嘛。小雅，我知道我这个穷样子配不上你，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照顾你。这第二关键，每个男子还要放你身份证才能购买，代表我爱你一辈子的承诺。我愿意为你上刀山下油锅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。没想到你对我女儿那么用心，我决定把女儿交给你了。我愿意。